我会穿这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我睡觉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其实睡觉不穿衣服。里面不穿衣服的？不是，就是根本不穿，全裸会睡，裸睡，对，懂得睡。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身体和那个床摩擦的那种感觉。还微调哎，哇塞，重啊！没关系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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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点时间，给他点时间，好不好？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请派大星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十块钱就送一个，你看看，哇塞，怎么有茄子？真的，哎呦，哎呦，擀面棍，所以他棒子，他的随身物品是这个，很硬哦，抱着这个睡觉，到底是哪一位呢？请出来，派大星，派大星啊。对，你们不要想歪，他其实非常的正派。如果只有这个，我们就不想歪。对，但是两个就会还加一个这个头，三个。没有，你们都想歪了。没有，非常的正派。这个其实很简单，他就是抱着睡觉用的。是，因为我很喜欢胖胖的东西。OK， 对，而且这只是。那你很喜欢自己？开玩笑。对。你抱这个东西抱多久？很久嘞，因为那时候这只是我去夜市然后钓来的，嗯，对，然后钓来夹来的，夹就是夹来的，夹来的，夹来的，对，去那边钓，哎，帮我钓两个，夹来的，然后那时候好像我花了大概100多了，然后还是钓不到，然后老板看我可怜，然后他就直接送，直接送给你，那茄子是干嘛的？哦，茄子，对，其实他，你看他是来按摩的啊，他按肩膀。那这个，这个呢？这就是我们女生急了以后，不是，这女生就是睡觉前嘛都会按摩，对，然后他就是按，对啊，太硬了吧？脚，他就是你是要用推的吗？这样子，对，就很像。就这样推啊推啊，推的这样推啊滚啊，边看电视边滚，是哦，是啊，就来我帮你滚一下。很痛哎，滚到骨头了。要用力，这样才有效。脚这样，面对我，脚上来，踩着，对。那是滚骨头哎。那是骨头。那边有淤青哎。刮骨疗伤啊。刚刚那个是叶问的方式，因为练功要把这个练很硬啊。哦，不怕打。对，是哦。泰国拳一样。好，那今天请问一下，您的睡衣的样式是？这一件哦。展现你的睡衣了，预备，请开始。哇塞，就很正常。哇塞，可爱啊，很可爱啊，给我可爱型的，对，宽松的，宽松大大的哈，嗯，谢谢。哎，跟你好配哦，学哥跟你玩。不过还蛮香的。对啊，对，这件也是你的。不是我的。哦，你这样很可爱啊，这样好，非常健康，连拖鞋看起来一点都不胖。Pink 人，瘦啊，瘦。哦，剪刀脚，好厉害。哇塞。我会穿这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我睡觉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其实睡觉不穿衣服。里面不穿衣服的？不是，就是根本不穿。全裸会睡？裸睡，对，懂得睡。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身体和那个床摩擦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好有安全感。这样有了啦。耶！哎呦，好会，都瞒着老婆做夹娃娃送给别的女生。哇！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谁？熊熊。好香哦！真的假的？拿起来就闻。哇！哎，你干嘛把人家脱衣服啦？冷静一点。什么？你老婆会看这一集？我已经讲过，我看到那个熊了。好香哦！我跟你讲，哦，一般的女孩子味道都不一样。哇，这熊还蛮可爱。这衣服是狗的衣服吧？拉斯，你不要是吞口水好不好？看什么东西？哎，我今年几岁了？开玩笑，吞口水是看多久没有放出来了？不要这样子。哇塞！这个单位有没有机会？我们要好好的掌握一下。你老婆会不会？我老婆身上没有味道。东西不会不会不会。来，欢迎这位脏脏的，但是鼻子是桃心的熊主人。潘小姐，你刚刚说她有点脏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。对啊，因为她这个平均要多久？这才真的有使用的。这是真的有使用，而且她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我家的狗的衣服。啊！好不好玩？丢人！你为什么这么说？讲丢人！你被
节目全部录完的时候再讲吗？可是你们家那只狗也蛮香的。因为我家的狗晚上是会跟我睡在一起的。哦，所以你也会抱着？对，我也会抱着狗。哦，对，所以有时候我家狗也会抱着它。宠物型的狗。对对对，那因为我家狗已经小的时候的衣服，现在长大不能穿，所以我就把它们结合在一起。很棒。对，所以晚上就，但是它有一个名字。它什么？它叫夏天，而且它有身份证的。他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。他需要角色。灵异事件。啊！这什么事？自己会夹。神经病啊！没事啊。但是我的朋友还熟辣，臭老人。没关系啊，这两个大叫灵异事件，吓死。OK， 接下来要看他的，好，睡衣。哎呦，一定很夏天哈。来一个，应该也是两。希望他的睡衣就是夏天的比基尼就可以了。单件式，一二三。我就是有，又是粉红色。对啊，真的，当什么粉红色？接一下，北兰。就是我平常也是很喜欢穿棉 T 棉裤。恭喜三立新闻网 YouTube 突破100万订阅，我没得了。